看着男人拿着鸡腿开心的跳舞，琳琅满目的烧烤也在翻滚，撒上秘密武器，串串都刷脆。太嘎后，俺黑梅森，今天来到位于新北林口的焦糖峰，他们家在全省已经好几十间了，主打的就是种类丰富，环境干净整洁，看见什么拿什么，一串只要16元起哦。今天到台北出差，我的肚子已经快要饿爆了，我将我最爱的都拿一轮了，鸡皮、青椒、四季豆、甜不辣，全都不能放过。他们家都是新鲜现烤，我没有先炸过，非常考验师傅的功力哦。利落的刷上酱汁，让表面越来越金黄，就可以撒上焦糖峰独家的汉方烤肉粉，这就是让你们上瘾的秘密武器哦。焦糖峰的空间真的挺舒适的哦，吃着烧烤，喝着饮料，每一口都超过瘾。烤玉米也是我每次必点，独家烤肉粉吃起来咸甜咸甜的滋味，带有淡淡的中药香气，非常的刷脆不腻口。甜不辣、番茄、猪肉、烤豆皮和外脆内 Q 的烤麻薯都一定要一串一串的消灭。其实我最爱的烧烤是蔬菜类啊，烤到焦香脆甜，花叶菜的独特香气，每口都让我彻底融化。小朋友们别再拒绝青椒啦，用烤的真的很好吃。